中原大陆大研、西燕交战多年，威北军夺回大研失地青州后，却下令纵火屠城。梅林，梅林啊，快醒醒，火着火了，快快起来。爹，我下去了，你怎么办？乖，你先下去，别着急，没有事儿，爹拽着呢。阿梅，抓住啊！阿梅，抓住！前那场大火带走了阿爹阿娘，也烧死了青州梅林。我忘了哭，忘了疼，进入暗场受训多年，只为手刃慕容锦河。No!
干什么？我等奉命寻找活人，带回暗场训练。好容易见一个，竟然亲手弄死。这个本就快死透了。小乞丐，谁派你来的？青州十万亡魂。是青州人，还没被大火烧死的青州人。若我今日杀不了你，慕容景和，你记住，青州亡魂会送你下地府。本王就在地府。你看这儿，这儿还有那儿，全都是你的亲人，看到了吗？啊！本来打算赏你具全尸的，不过本王改主意了，何必要送你去地府，跟亲人团聚呢？王爷吩咐，放他走。送死没那么容易，活着才是折磨。尝尝站不起来的滋味。
是把吞没。黑暗无声消失的人，也曾渴望白日里火，被命运束缚的一个，我要怎么挣脱？谁在耳边说？三弟，是大哥啊。大哥手真软。哎，你这胡闹的性子，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殿下，请用茶。王爷，解酒茶。莲秀，你是母后跟前的莲秀姑姑吧？太子殿下好记性。这些年王府多亏了你照顾，辛苦了。多谢殿下。先去休息吧。儿时咱们兄弟偷喝酒，被母后罚跪佛堂，都是莲秀给我们泡茶解酒的。儿时是景和顽劣不堪，常惹母后不快，最后连累了母后，因我而死。还好有大哥成效西迁，送母后最后一程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母后待我如亲儿子一般，选烈尽孝自是应当。啊，三弟，这药方是我专程从一名医那儿求得，最易断骨再生，药未备齐，你拿去试一试。这腿啊，是报应，不治了。那这样，和亲宴后，我替你去向父皇求情，换个温暖的住处。京北苦寒，对你的腿极不利。大哥若真想替我求情，不如让我留在昭京。这昭京水土养人。再者说了，大哥闲暇时间还能来王府坐坐。那还用你说？
旭日宫，这里的一切都没变，旭日宫还是在这儿。昭明十年，陆山围猎，大哥只是输了你一个码头，这宝贝就落到了你手上。